关系的。好，那轮椅给我就好了。我要服务很好。可以照到你的脸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没有关系。哎，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，妈妈第一次坐这个车子是他们介绍我坐这个无障碍的计程车，那我没有坐过，那今天这个帅哥问奖帮我做这样的服务。哦，好有心。那系安全带哦。他现在在帮妈妈系安全带，我看看他弄几个安全带。这样绕过去，哎，然后那边扣住，扣住一边，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把它垫住，哎，很安全的样子啊。然后这边，好，这边轮子还卡起来。哦，警告钢呢？对呀、啊，这样才安全。是是是。啊、哦、啊！你看轮子弄好了，然后呢，然后把这个定住。好。好，然后这个。OK， 好了。好了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坐哪里？一位而已嘛。就我一位。好。是。来，请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妈妈，这个车子好像很新嘞，啊、哦，很不错。那个阿姨，请教一下，我们到中和哪里？哎呦，我们到中和的。你知道路吗？你知道怎么走吗？没有关系，我们有那个过期定位。啊。你可以走那个我等一下出去右转。对对对对。右转？左转吧。左转呢？对呀、啊。三路呢？你听错了吗？啊，对了，左转。圆山还是什么？对了。你从这边左转嘛哈、哦。对对对。好，左转。我。506。这个车子闻起来很新呢。对啊。几天了？出来几天了？三天而已。哦，出来三天而已啊！哦。您是第一次开这种车子吗？哎，对的。哦。所以你也上工三天而已。对，没错。啊。那我们上工之前都会有那个专业的训练。哦，专业的训练是怎么样的？就是那个帮助病人上车的那个训练。哦，那个训练要做多久？那个要4个小时。要4个小时。啊、哦，除了这个训练，还有什么训练呢？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理解，还有就是耐心啊，耐心跟爱心。啊、哦。要分这个动作都会慢啊。哦，这样。耐心，那个急不来。哦、是是是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收费怎么算了、啊？收费的话，我们是以跳表去计费。哦，那政府有补助吗？我们购车的时候，政府有补助一个40万。哦，这样。对。那这个车子是你自己的还是公司的？哎，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车。是你自己买的车？对，是。哦，这样。那要花大本钱嘞。有，这台车我们买起来是很贵，就是还是政府补助40万，我们还是要付出100多万。哦，100出头，110几，哦，这样。那请问一下，这在车子有补助，那这个车资方面有没有补助？没有哎，没有。车资方面是没有补助。那你带客人的速度会比别的来的慢吗？不是吗？那这样的话，你花这么多钱，然后这个带的客人的数目就会相对的减少。嗯。那您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？就想说做功德啦。哦，是啊。做功德，做爱心。
那请问一下，你们这大车队里面有多少人愿意做功德、做爱心呢？我们目前大概有30台左右的车在外面跑。哦，这样。因为今年台北市的补助款就只有30台，因为这个车没有补助款，买起来太贵了，没有司机负担得起。哦。对。所以今年只有补助30台。对，听说年底那个新北市的补助款还有20台。哦。那像我们刚刚是从新北市开始嘛，哦，那个，然后也到新北市，那这样的话，台北市的车子会补助，你们是可以跑这里的，都可以，我们台北市、新北市都可以跑，全台湾都可以跑啦，只要那个行动不方便的朋友想要出去，我们全台湾都可以跑。哦，对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富康巴士我们从。我们是台北市民嘛，那我们如果我们的起点跟终点都是新北市的话，它是不在的，拒载。哦，有的会这样子、啊。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不太清楚。哦，所以你走这一块，你不太清楚这一块生态。因为我们平常叫那个叫车子。那个医院的那个保全大哥都说，你为什么不叫富康巴士？很多人看我们上下车很辛苦，都问我们为什么这样叫不到车，然后资格还要符合。不是，我们是资格符合，但是台北市民的叫富康巴士起点跟终点必须其中一个是在北市，否则的话它是不在的。啊，第二个限制是要10点半以后才开始。如果你是其中一个是到新北市的话，要10点半。所以诸多的限制，所以知道你们这个没有任何限制，全台湾都可以走透透，实在是得证。好，谢谢你，也感谢你的爱心，做公益的心情。请问一下，你之前有跑计程车吗？我是第一次。你是第一次？对，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。那可以请问一下，你之前做哪一个行业吗？我之前是那个有当过救护员，当伴侣。哦，这样。然后是职业军人。哦，这样，好的，所以也许职业军人是已经有了一份退休金，所以来做公益会比较游刃有余，是不是？对的。啊，好，感谢这位职业军人，就等于后备军人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这位后备军人啊，对社会的这样的公益的付出。我可以照你的脸吗？哦，可以啊。来。转过来一下，哎呀，谢谢，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，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。好，好，那绿灯。